那甲骨文的车就是一个轮子，嗯，两个轮子，轮子中间一个轴放了一个钱，然后呢中间再拉出一竖笔，哦，然后上面加一个轭，车轭两个，哦，一盒一边一个驾马的，嗯，就那个车。其中有一篇甲骨啊，就是说呢，王是狩猎，另一辆车啊，嗯，就是这个车轴啊断了，车轴断了，那个马就跌倒了，嗯，而且撞到了那个王的车，嗯，给王驾车的人也掉下来了，嗯，从车上，哦，有这样一个记载，这算是不好的事情吧。哦，那也就是说这个字记载了咱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交通事故，有历史记载的交通事故，也可以这么说，也可以这么说。